爹，我知道您怕我掉脑袋。可我那两个兄弟会掉脑袋呀！你们是想知道我这几年在南洋见识了什么吗？那我告诉您，我最大的见识就是洋人怎么不把咱们当人看，他们把咱们当小丑，马戏团里拿着华人的辫子耍，一个铜板，一个铜板啊，爹！ 就可以看咱们女人的小脚，跟看怪物似的。你知道这几年在南洋最想要的是什么吗？我想要有尊严的活着。被抓进去的两个兄弟跟我一样，他们也想活得有尊严。为了尊严，革命党有很多的兄弟可以用自己的命去换。 您常跟我讲祖爷爷的事情，说他以前是要饭起家，辛辛苦苦一辈子，挣他殷实的家业。现在墙上还供着他当年要饭的篮子。那您再想想你，难道你们就不是为了尊严吗？你敢否认这一点吗？我们要从那些不给我们尊严的人手里夺回我们的尊严。 怎么样？把药喝了，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就能好一些。你爹他是一时气急，急火攻心，所以吐了血，一时元气大伤。我的药只是调养，这关键还在养心，万万不能再让他着急生气了，否则。 少爷，现在没人拦你了，你怎么不跑啊？我要是能打你，我今天非打断你的腿，你信不信？你知道你在南洋这几年，老爷辛辛苦苦供你念书，多不容易。你把那么大家业都捐给了革命党，老爷是心疼。 更心疼你，整日担心，生怕有什么闪失。你说你革命是为了四万万同胞都能过上有尊严的日子，你给我讲讲，这尊严是什么？这四万万人里，有我和老爷吗？你差点革了老爷的命啊！老爷没了。 这会馆就没了，会馆没了，我们这些伙计吃饭的地方就没了。我们这几个伙计，哪个不需要养家糊口啊？你知道吗？你要不是我们少爷，我们这些伙计早就打死你了。
虽然您闭着眼睛，但是我知道您一晚上都没睡。我也想了一夜，是您儿子大逆不道，把您气成了这样。您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，我也只有这么一个爹，我们谁也不能没有谁。我不走了，哪儿都不去了，我就陪着您，好好的经营生意。明天我去张家赔礼，等您的病好了，我就跟张家小姐成亲。但是，我有一个请求，请您成全儿子，想办法把我那两个兄弟给保出来，然后给他们一笔银子，叫他们替我去趟南阳，完成我的心愿。我知道这个请求有些过分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只要你答应我，以后我所有的事情都听您的，我保证以后绝不参与革命党的任何事情，请您相信儿子一次，行吗？叫阿祥北叫。这谁的？从那两个人身上搜出来的。哪两个人？就是那个老的和那个小的。把他们分开关押，这两个人给我带过来。是。得罪，得罪啊！下官不知二位的真实身份呐、啊，请二位恕罪啊！恕罪，还算机灵。说说，那王老板都知道什么？哦，他就说他的儿子想着法的骗他的钱。你知道他儿子是革命党，那你还放了他？南阳的事儿，孙文的地址，他们都说了些什么？哦，这个王茂才他没说，下官不知啊。要不，小的把他给抓来审一审。明日里，你先把我们都放了，别让那两个小子怀疑，啊，办法你自己想。哦，是是是是。这戏既然演了，就得把它演真拢，演到底。老爷，去哪里？总兵府。他们都在这儿呢。陈妈妈，嗯，这点银子您收着，这些天谢谢您了。哎，你小子什么意思啊？别管，你爹差点让我们掉了脑袋，你倒好，在外头啊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当你大少爷，还穿的这么人模狗样，你别管，你是不是跟你爹设好圈套在耍我们呢？将兄仇兄，二位好汉，
这里有一张1200的银票，是我为同盟堂筹的经费，还请四位代为转交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答应我爹了，从此再也不离开广州，所以他才将你们四个救了出来。兄弟，我真是误会你了。只要你们顺利的到达南阳，替我完成革命的事业，你们怎么误会都行。你和我们一起走吧。对呀，我走了就没银子，想要银子我就不能走。对于孙先生和同盟堂来讲，银子比我重要。那王公子不去了，谁给咱们引荐呢？好汉放心，这里面还有一封我写给堂主的引荐信，还有同盟堂的地址。四位的船票我已经买好了，明天一早就动身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天也不早了，你们早点休息吧，明天我会送你们。周兄，辫子的钱。那我就不远送了，我在家等着你们革命胜利的消息。放心，我已经让总兵给六王爷送信了，说咱们找到了乱党，正跟他们去南阳绞杀党首。走吧，二位好汉，这位兄弟，那就告辞了。记住，我们永远是兄弟。王毅兄弟说过，南阳那儿有孙先生，有中国未来的希望。只要到了南阳，我们就能投身真正的革命。他还说，尊严不能靠别人施舍，得靠我们自己去争取，而代价可能是银子，也可能是鲜血和生命。这就是革命。为了革命，为了40000000同胞暂时的分别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革命攻城之日，自是我们兄弟重逢之时。少爷，少爷，干嘛？有人找你。不见。是张家。谁也不见。王公子。谁啊？你先去忙吧。我是你不要的人。张小姐，哎，来了啊！哎，你别开门，我也不想见你。那你这是？我听我爹说，你退婚是因为爱情。啊？什么是爱情？我不懂。我问我爹，我爹也说不懂，所以我只能来问你了。你能跟我说说吗？爱情，它是一种感觉，很微妙。如果两个人
有了爱情的话，就会忘掉一切，甚至忘掉自己，哎，但绝对不会忘掉对方。爱情把两个相爱的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，但没有爱情的婚姻，就像一个大牢笼，把你我都困在里面，像坐牢一样啊。比坐牢可怕，坐牢还有出来的时候，可婚姻的牢笼啊，那是一辈子的，直到你死为止。爱情怂恿我探听到这个地方，他替我出主意，我借给他眼睛，我不会操舟驾舵，可是倘使你在辽远辽远的海滨，我也会踏着风波把你寻访。这是戏里的台词，你可能听不明白。是不是你爱的人即使和你隔千山万水，你也要设法去找到他？差不多就是这意思。我还是不太明白。哎，那我问你啊，我在南阳这几年，你想过我吗？想过呀，我在想你长什么样子。那如果我生病了，你会着急吗？你生过病吗？这个我还真没想过。所以说嘛，我们两个没有爱情，彼此就不会互相牵挂的。那王公子，你有过爱情吗？没有啊。那你怎么知道爱情的？书上看到的。看来你也说不太明白。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张小姐。麻烦您跟伯父说一声，等我家父病好了，我改日去府上谈咱们俩的婚事。不必了，等我弄懂爱情再说吧。像坐牢一样的婚姻，我也不要。没事吧？又做噩梦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没母娟去？去了。我不放心你，回来看看。今天收获怎么样？银子不到一两，铜板五十个，还有四十美分。您不能这样，医生特意嘱咐啊，您不能下床。我现在一闭上眼睛，就看到徐子秋和三个会的兄弟们，我怎么能安然入睡啊？走，募捐去。同胞们，同胞们，睁开你们沉睡的眼睛，醒醒吧，看看我泱泱大国已是满目苍夷，到了最危难的时刻了。太平天国梦想红遍巨制，也不过是空中楼阁，纸上谈兵。到底怎么样，我们才能彻底埋葬这个腐朽的封建统治，换得一个崭新的中国？你们谁能告诉我？革命。这位女士说的对，革命。
没有革命。松大先生，新中国会开始，我们的革命已经遍及全中国了。同胞们，你们捐出每一个铜板，都是为了革命做了贡献。你先拿去用。这么多啊！魏大哥，自打我认定你那天起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我们还分什么彼此？我为你做什么都是值得的。说二位，咱们就在这东方客栈落脚如何呀？还是先找到同盟堂再说吧。要是那样的话，我们二人就不随二位了。我们先在这住下。你们不是也要找孙先生吗？是啊，可是我们还有生意上的事需要打理，然后再去同盟堂去找孙先生。如果二位有了孙先生的消息，也可以到客栈来找我们呢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就此别过，告辞。告辞。好，告辞。佳安兄弟，我在牢里时候就说咱们是同路人，你还不相信？师傅，咱们一同就到了南阳来了吧？哎，现在要分开了，还真有点舍不得你。兄弟，要不你别跟着你师傅了。你这身好功夫呀，跟着我为革命党效力怎么样？安子，周兄弟是跟你开玩笑呢，赶快跟周兄弟告别。告辞，告辞。好，再会，再会。娘的，想让小爷为你们效力，不把小爷剁了你们？呆头呆脑的家伙，知道师傅为什么要把他们甩了吗？我开始不明白，后来就明白了。跟着这两个傻家伙找乱子，丢人，指不定又把咱们引到什么地方去了。说对了一半，到了南阳，这可是人家的地界，跟着他们一块搞革命的，那咱们就把自己放到明处，乱打就到暗处。如果咱们跟着他们呢？那咱们就在暗处。乱党就在明处吧。这就是同盟堂，到家了。兄弟，自己人，自己人。对，二位兄弟，麻烦你们禀报一声，就说广东的江流和周鲁受王尹公子的举荐，前来投奔同门堂了。你们是从广东来的？是。
我们兄弟二人是从广州过来的。是王英公子让你们来的？没错，是王公子。是专门投奔我们同盟堂的？是。东西带来了吗？什么东西？见面礼呀。这点规矩都不懂？我想问一下，同盟堂和同盟会是什么关系？实属一家，只是任务不同。他们革命，我们为革命筹集银两。怎么，王应公子没和你们说清楚？啊，说了，说清楚了。只是我们只是我们进门的时候，看到同盟堂在做暗门生意，发不义之财啊。投奔我们干什么？闹革命，推翻狗皇帝。说的容易，没有大把的银子行吗？光靠别人施舍的银子够吗？什么不义之财、正义之财的？照我说，需要银子的时候都是一样的，都是银子。堂主这么一说，兄弟就明白了。我不是堂主，我是师爷。哦，师爷，我们有王应兄弟给堂主的一封亲笔信，还有见面礼。堂主，二人确实是王应公子引荐来的，有公子的亲笔信。那个王公子怎么没有回来？堂主问你们话呢。哦，王公子在信中写的很明白，请堂主过目。这个王公子人虽然没有回来，但是推荐的人和银子都到了，也算是干了件事情。你们二位跟王公子一样加入我们同盟堂，也是为了革命参加革命党啊。不错，我们对同盟会的革命党人钦佩已久，早就想加入其中，为天下四万万同胞谋福祉、创太平。好，不愧是自古英雄出少年，有气概。不过你们要考虑清楚，这革命并非儿戏，可是要掉脑袋的事儿。不瞒堂主，我们兄弟俩的脑袋早就该掉好几回了，只是命大，现在还在脖子上。这话是这么说，可一旦入了堂，就是九死一生，没有回头路。我们背井离乡，远赴南洋，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无头可回。好，连死都说得这么文绉绉的，好听。师爷，我看这位兄弟长得也好，说的也好，怪招人喜欢的。择个时辰，纳新人。听堂主的。一拜天地始祖，从此同心协力，挽国运之祭祷，传华夏之圣明。二拜大明先帝，反清复明，以报五祖火烧之仇。三拜帮会列宗，以佑我平安吉祥。师爷，给二位兄弟赐个字号吧。那就封他俩为一饼一万吧。入堂兄弟，只以字号相称，一来对内表明身份，二来对外进行隐蔽。一饼一万，你们自己选吧。我选一饼。那师爷还少一个字号呢，王应兄弟的呢？王公子对本堂的贡献及诚意都不少，不论他人回不回来，妖姬的位置都给他留着。谢堂主。
先生，您来了。学生没有到码头亲自迎接先生，请先生原谅。你出去一下，我要和先生单独谈谈。她是学生的未婚妻，叫方平。学生受伤之后，一直在她家养伤。她这次是专程护送学生回南阳了。先生这次来，是为了广州起义失败的事来的吧？这次广州起义失败，主要责任在我。我愿意接受同盟会的任何处分。坐吧。我这一次从檀香山赶过来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你从广州回来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被人跟踪？学生做事儿一向谨慎。那么这几天有没有同盟会的其他成员从广州过来和你会合呢？没有。先生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你的未婚妻，她可靠吗？先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可以用人格担保，她绝对可靠。她为了支持我革命，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了。你不要激动，为师啊，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坐。过几天啊，同盟会总部决定在南阳召开一个秘密的重要会议，孙先生和同盟会其他主要成员要赶到这里来参加。嗯，为师接到一个密报，朝廷派了两个杀手，跟随其他同盟会的成员从广州来到南阳，伺机刺杀孙先生。什么？这太危险了，县长。我建议换个地点开会。各地同盟会的成员已经在赶往这里的途中了，无法通知，变换地址已经来不及了。总部命令你们南阳分会要想尽一切办法除掉这两个杀手，确保孙先生和同盟会其他成员的安全。那消息可靠吗？可靠。有没有杀手的详细情况？没有。目前我们能确定的就是两名杀手，其他的一概不知道。县长，您是在开玩笑吧？革命不是开玩笑，如果这次会议发生任何意外，对我们的革命都是不可挽回的灭顶的重大损失。正因为这样，你们才是开玩笑，你们是拿中国革命的命运，拿中国革命的前途开玩笑。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，会议必须要开。先生，你让我大海里捞针，我最起码知道针是什么样，可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让我捞什么去啊？杀手。在人海当中找出这两个杀手。
师傅，这就是革命党的老窝呀，里面尽是做手下功夫的，以为我看不出来？那叫出老千。我就想砸了他们的摊子。嗯，忘了，咱们是来干嘛的？杀乱党头领。那里头有吗？好像没有，全是些毛毛虫。杀他们呀，脏了咱们的手。是，师傅。喜欢伺候您洗澡。我说王英那个傻小子，还真把咱们当成革命党。这不但弄来1000两银子不说，还带了2个跟他一样的傻小子。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乳臭未干，连胡子还没长全呢，就觉得自己翅膀硬了。革命革命的，除了革命什么都不知道。要是大清朝的命这么好得，300年前，咱们同盟堂的列祖列宗早就革了，还能轮得到他们？我所知道的情况就这么多。从明天起，我们所有的募捐活动都停止，全部上街找杀手。魏国同志，说的容易，我们这才10几个人，整个南洋有多少人呢？数都够我们数上几天了，怎么找啊？谁让你们数人数了？捡重点的查，捡像杀手的查。杀手这2个字又没写在脸上，你要让我们怎么分辨谁是重点，谁是杀手呢？查旅馆，查码头，查耍把式卖艺的，查耍猴的，查背道拿枪的，查卖大力丸的，查没事2个人在街上劫过的。你们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你们就不会自己动动脑子？魏国，魏国，对不起大家，我不应该发脾气。可不管用什么方法，我们都要保证孙先生跟同盟会的安全。师傅，刚才你看到什么？给我讲讲。假的。什么假的呀？同盟堂的乱党是假的。那2个小子被他们骗了。被骗了？那岂不是咱们也被骗了？咱们都被他们骗了。那同盟堂的堂主是个女的，骗财骗色。师傅，骗财我懂，骗色你跟我说说呗。师傅也给你说不明白。师傅，那咱们这趟不远万里的又白跑了。白跑？有假的就有真的，别忘了，这南洋可是乱党的老窝。